为了推广北极先天上帝宗教文化，伊伫向中明川受福宫举办三天两夜进香活动。去年开始恢复传统行路的方式，号召信众前往民间受天宫，来回大约100公里。头年举办只有50个人参加，今年是第二年超过50个人来参加。伫管处长、伊伫乡长代表会主席等人点起马炮，祝福启程顺利。为了复兴传统宗教文化，溪底乡中明川受福宫举办第二年的行路较早进行活动。第一年有25位信众参加，第二年增加到50位。第一年开始是讲吼，咱即摆即个受福宫吼，神有咧交代讲，要去回乡，要来做即个60、70年代的即个复古啊活动啦。吼、哦，要像较早人讲吼、去挂香拢爱几啊天才有转来安尼，要复古体验一下安尼，庄宇遮有组织一个，是我讲有组织一个献舞会，来开始举办。虽然即几天的天气无好，但是参加的信众真有热情。除了少年信众带头，70多岁阿桑嘛表示，父母亲咧嘛要行。很开心，开心、哦、对，也期待一年了。不会啦，对，照原计划走就对了，不管气候。哎，你行真好啦。袂啦，袂啦，袂啦，精神真好啊。但是这几天落雨安尼，行了较黑无？会烦恼啊？应该是袂啦，袂啦，嘿，落雨嘛是足咸，哎呦喂，雨摸摸咧嘛是爱行。出发的第一天，包括日管处长、溪底乡长、代表会主席拢来点起马炮，祝福进乡启程顺利。非常欢喜哦！咱受福宫要前往这个寿天宫吼，做一个徒步吼，进香的这个活动这是非常有意义吼。除了讲会当保佑咱地方吼，大家平安以外吼，上加要紧的是大家吼团结的这个凝聚力吼。这次三天两夜行路进香的活动，来回100公里的挑战，希望弘扬北极先天上帝宗教文化。也为日月潭的观光旅游发展来祈福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